好，我看一下这题哦。他说 a 加 b 除 f(x) 余是序啊，所以根据这句老师可以写出被除式是谁？f(x) 对吧？哈，被几除？被 s 加 b 除，得到一个三四加上余是几 r，这样行不行？好，今天题目要被几除？要被以 s 加 b 除，除多少？除 f(a) 分之 x 余式是多少？好，我们开始来改写。好，根据这句话来改写，怎么改写？首先麻烦你把这被除式改成 f(a) 分之 x，行不行？所以说什么意思？麻烦你把 x 用起来，a 分之 x 带进去，把 x 用起来，a 分之 x 带下去时 a 乘 a 刚好消掉，对吧？哈。所以 a 分之 x 再继续 a 乘 a 再消掉，变成 x 加 b，对吧？哈，这个 x 一样用 a 分之 x 代加 t r 是出来了。所以说注意听，我把这 a 被除式改成它之后，一改下去，除式刚好也是它，对吧？哈，乘上这个三四加三余四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三四这样写。那于是就直接还是题啊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后，麻烦你把这边看一下。